己来开箱索尼相机，索尼的灯镜头就在里面，跟着相机一起来，让我们先看灯边比较方便。大字有点薄，可以这样歪过来，这样可以去旁边，也可以去旁边这边讲。上面这里是相机价钱，哇，这里相机我拿的是1650的镜头，非常小力，方便携带。里面就有说明书，warranty card，索尼的相机带一条，插头，镜头的 cap 个，这个是插头。这是充电器吧，隆重登场，最重要的来了。这里小力，6400可以拍到 4K。 刚刚在相机店就买了一个 UV filter 放下去了，全黑色。镜头可以这样拿出来，所有之后就用这里相机来拍，索尼相机。
但是他给周末还有1650关，又收回去，再 cap。